吃饭了，只能吃粥了。土豆丝儿和炒牛肉都加刺儿做。刚才的菜都没吃，想起之前带出国的这个银耳汤，就那个即食的，把它吃了。连嚼这个红枣都很困难，看起来还挺粘稠的。绿豆粥、芽菜肉末，买的这个虾最近发现挺好吃的，开吃。出门了，今天超冷。哈气都会有气的那种，然后今天穿的，你看加斯珀买了一双这个很骚气的鞋，因为打折很便宜，是不是？嗯哼。一堆对抗我的智齿。牙疼第三天，炒了芽菜肉末，继续拌这个粥。一个开箱，主要是看他这次赠品还蛮多的，送了一个科研室的啥，看看。一个洗面奶，好冰啊，看来外面很冷哎。一个面膜，然后买了一个兰蔻的面霜，然后这两个是为了凑单试一试的，反正最近国内还蛮流行的这个眼霜。哈，第一次做 Hisoto， 之前都是 Jasper 做的，这是看起来好浓郁的味道，啥撒了芝士面。第一次尝试做粥底火锅，还有酥肉。开吃，也烤了一个欧包，是不是看起来可以？超级软，因为一直想吃这种软软的欧包。等会儿把冷放冷了切片就行了，切一个试试。超软嘞，其实我都不确定里边熟了没。哇，很松软感觉哦。嗯，你不吃一片吗？对，不吃了。好了。再看一片，为哦，这个上面因为是那个的原因，很不错哎。嗯，行。新买的 New 系列，然后它的是 GW 系列，好像稍微有点大，但是就这种 oversize。去药店买了点药，买了一个止疼片。买了瓶放羊水漱口用，我觉得这包装还蛮好看的，像那种加斯珀说像科研室，我觉得像伊索的那种。哇塞，这么肿，我今天手被那个冰箱磕了，就当下一磕手就紫了。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t. 吐司，刚才把加热了一下，配杯茶，开吃。美的蒸蛋，耶！吃啥？又煮的菌汤火锅，开吃。And everything will stay the same.Now my heart feel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There's a carriage out to call you. 米粉里边有酥肉、花菜和煎蛋，快吃！番茄蛋面，然后喝一杯这个圣诞限定的黑芬达，味道一般，不是很像芬达。炸的酥鸡肉。做爸爸糖吗？第一次想尝试一下做这种爸爸糖，那种千层的，这里边裹了黄油的，好多油都流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吃。带排骨汤火锅，吃这个大棒骨。方便面日，我是喜欢吃香辣牛肉，他喜欢吃红烧牛肉，开吃。
干什么？那还不容易啊？这次烤了个椰蓉面包。超香的。我肌肉大户，还得在家吃烤肉。出门了，刚才出门的时候碰到房东了，他说外面在下雨，然后我们就回去拿了，结果。就出大太阳了，可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是看到在下雨。最近有点喜欢这个 Freitag， 这个后来了解到，看起来感觉脏脏的，虽然它很环保，但还是放弃了。刚才逛街去试了一下 YSL 的小银管，这个107还不错哟。好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电食品到货，上次不是买了那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好好吃啊，所以我就又买了每个味道买了一个，就应该是不知道哪个味道好吃，都试一下。红薯粉，这个是送的吗？买的太多了，送了我一包火锅底料，还是因为要过期了，不管了。魔芋条，四川冒菜，第一次买这个绵阳米粉，很推荐大家买酱油啊、油啊这些在上面买。就是他给你送货到家嘛，不用去买，就是去亚超买。然后这个是做那个糍粑的，就有一个小朋友要我出那个糍粑的教程。大拉皮儿，这是我看到想买，有段时间突然想吃螺蛳粉，但很久没吃了，就买一包试一下。干碟，面条儿，米线我又买了一包。然后魔芋，好，就是这些。再来一个什么？我说我买的豇豆可以炒肉末，还挺好吃的。花椒粉，好啦。晚上玩了个这种倒放的游戏，你们听。哈冲冲。你们知道是啥吗？这个是就是。哦，是哪？是哪？唱过来就是。哈冲冲。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ou, but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p.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But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肥牛，肥牛，开吃！布拉克里买的东西今天见证到了，太快了！买了一个这个礼盒，昨天是几个小时来？四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打75折全场。这样都有个皮套。奶油小柑、小橘柑、小柑橘，在 Edeka 买的这个海草，我巨爱。吃粉，好久没吃了。出门啦，今天去卢尔门蒙德，就是荷兰的一个打折村。是来这边，因为这边这个城市离那个地方还蛮近的，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到，所以今天决定去逛一逛，跟我云逛街吧，今天看看有什么羊毛可以薅。真的是一上车就开始查票了，票好贵啊。拉面的，懒得找了，就一来就看到这个了。锅上先。刚才吃的松露的，就那种不像麦当劳的感觉。我都不敢吃了。这个铸铁锅的价格，喜欢这个黄色。好重啊。两件119，李维斯一件 T 恤24，牛仔裤是两条119。这个还可以。刚才一直没录，买了双拖鞋回去给你们看。加斯珀买了件 T 恤，我现在 Prada 买了一双，买了个小包包。到手。以为今天没有什么收获，结果还是买了点东西。到家了，给你们看看我刚才买的这啥，指甲油呗。这是 Jasper 的，是在卡哈尔。然后我之前就种草了这个帽子，所以我买了一个。我的刘海。其实我之前看的是一个那种电光蓝，但是这里打折就没有。这个价格是19欧。然后这是一顶绿帽子。
特买了一件这种 T 恤，这种上面很简单的 logo， 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多少钱来着？29打7折，29块钱，然后减了5块，23。然后他这个奥特莱斯竟然有欧莱雅旗下的，那他旗下的都是，我觉得应该都是卖给黑人的吧，那种很深色的粉底。然后我买了两个指甲油，一个这种浅粉色，一个这种珠光的这种白色，我还在外面涂了一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买了双 UGG 的拖鞋，这个价格我倒是看到39还行，所以我就买，买的就驼色，继续。然后就买了一个包，虽然上面写的是 Prada， 但是是 Prada 的孙女。不过它这个防尘袋看起来也太那啥了。Miu Miu 的防尘袋真的巨可爱，那种粉色的，但这个就包装很简陋。这样的一个黄色的一个 wallet， 叫什么 wallet on chain， 钱包一样的这种，这个是应该是那种小羊皮吧，超级柔软，价格还蛮实惠的。这个价格是当时它是399，已经打了8折，然后就是310左右。后来我们去买单的时候，发现只要280左右。就是打的一个7折的折扣，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就这种。你也可以把这肩带拆了当一个长的钱夹。好了，好像我们也没有买啥。That's for others。生日月的包裹有点多呀，而且这段时间的快递来的好快呀。昨天前天晚上下的单吧，然后全场8折，打开看太酷炫了，给你们看，看到没？居然手电筒。这个月的第几次火锅呢？好漂亮啊！还有那种黄黄的光，粉粉的光，紫紫的光。团明天起来做葱香面包，好好喝啊，百香果味的，但是不怎么气，不过百香果味特别浓。Jasper 做的绿豆面的煎饼，最后一个，好不好吃？好吃。葱香吐司。上面撒了，是不是很像肉松？其实是芝士粉，这边根本就买不到肉松，要是有肉松就更好了。你们抢了啥？刚才做了一个玉米酪，然后给你们看看我抢了些什么。我就买了三样，第一次双十一买这么点，两样火锅底料和这个面膜。继续追行尸走肉，已经好久好久，两三年没有看了，实在没有看了。今天继续吃火锅，我们继续吃。今天吃火锅，出门了，真是进入冬天，现在外面可能就1-2度吧，穿上了大衣。好想帮他把那个面包给他分开呀，怎么试试呢？整个长得好漂亮啊！哪个？好会整理。包了包子，是豇豆肉末馅儿。今天的配色。出门没有怎么化妆。我的毛绒小包包。这个真的只有冬天才能背。我出来订自己的生日蛋糕，好好看这个。这个也很可爱。
还淘了两个灯塔的本子，4.99还蛮便宜的。我觉得这个绿色还蛮好看的。Jasper 说很土。收到了这根项链，好激动哦！这是其实一直在我的淘宝购物车里，然后刚才 Jasper 把它拿出来，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谢谢史迪仔，真的超级好看。他一直在我的淘宝购物车里，我一直想买，没想到他竟然托 Jasper 把我的购物车看了，然后买给我，太漂亮，太可爱了，小小一个。我给 Jasper 做了煎饼果子，好吃不？特别棒，专门点名的。香辣牛肉面的肚，好好吃。你看他现在就在吃，我现在按他这个回去充电，回去充电。我看他知不知道回来充电，在那个地方。再从宜家买了一个这个，还挺好看。弄好，但给大家大概看，大概看一看，就是这一块，这个、第一个打印出来了。前面做的酱肉包，第一次做，不知道行不行。生煎包，昨天泡的白菜，然后我炸了这个汤圆吃，最近的新欢炸汤圆，开吃。哦，这个月的第几次？大家有计算吗？喝的大麦茶，开吃。出门了，这几天好冷啊，真的是好冷，就风超大的那种。然后我们现在去买点菜。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和国内的那个乐纯吃起来一模一样，就有一点点梗人的那种酸的，然后这个里面加一点蜂蜜，好吃到爆。之前在韩国吃过一次，觉得特别好吃的生菜包猪肘子，然后买了肘子来做，超好吃，快吃！给我包的石榴，不像凶案现场一样，滋的到处都是血迹。谢谢你哦，明谢哦。出门了，之前在 Take a Mask 看到了那个 Evlom 的面膜，超级便宜。先去看一下，想买，不知道还有没有。哎，你能听到我的？听不到，我在听我自己，我在听这个 Boss 的耳机。你再让我看一下这一款。那不就是华为那种和 Gentle？ 这个还不是 Gentle Monster？ 这不是。还有几个款式可以选的，漂亮的晚霞。刚才去 Take a Max 买到了这个，你看价格29.9，这原价70多，其实我在网上看到是原价60多，我觉得好便宜啊，马上买了。然后给我朋友说，朋友马上叫我给他代购了。第一次用这个，这是一个急救面膜吧。Jasper 买的单。这样的。你没有用过这个吗？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的。这盖子不能放进去吗？螺蛳粉啦，生化武器，酸笋。开吃坨坨馍，等会儿吃牛肉夹馍。牛肉夹坨坨馍，馍配油煮菜，开吃。喝一个没喝过我的牌子的果汁。用这个一直没吃完的这种椰枣做了一下，这个心太软了，已经快好了，感觉这样的不知道好不好吃，等会儿吃了试试看。这个椰枣实在是太甜了，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当成早餐吃了。做好了，撒点芝麻。蒸出来颜色不太可呀，好好，嗯，好吃。一碗面，然后配这个西柚汁，这个西柚汁超级苦，不推荐。开去，天真好重啊！今天又穿了 Jasper 的外套，超级暖和。我现在要去扔这一袋玻璃，然后还要去寄一个快递。今天竟然下雨了，就平时下雨可以不用打伞，结果今天必须打伞，都得这样打。没有花生，没有红油的宫保鸡丁，中午没吃完的。送了快递，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吧。一个，这个应该是皇后水，嗯，已经用了无数瓶了，真的是超级好用，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好像伊索的那个包装，就是这样的，好冰啊，感觉外面很凉快。我看皮诺曹儿推荐的，哇，这个。洁面乳，我送了一个什么小样？哇，怎么送了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我就只买了这个而已。看看有些啥？哇，都是香水。还有一个这种针织的，这种有一点点微高领的大毛衣，还比较好看的一件。这靴子是这样装的吗？这种过膝长靴，我试一下。镜子盖差了，这个衣服也还蛮好看的，但是有一点像监狱服，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感觉还蛮显瘦的。不过我大腿特别的粗，这里有一点点的箍。我整理了一下冰箱，你们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吧。你看有多少的调料，就是有些根本就不好吃的调料，像这个买回来就没有吃过，黄芥末酱，这个是那个芥末籽，也不好吃。然后我最爱的 Kiki， 然后这是果酱，这是那个枫糖浆，千岛酱，沙拉酱，黑椒酱，烧烤酱，还有一个蒜酱。然后这一层是从国内带回来的，它瓶子已经这样了，装的花椒油、牛奶，然后必不可少的小米辣，这是一些吃那种冷冻食品的东西里面的一些酱，把它擦在一块儿。嗯，酸笋，这里是之前的卤蛋，黄油，醪糟，黄油，然后大酱，这里有一包培根，然后芝士来了，然后这是刚才剥的柚子，这个柚子出味的效果超好，牛奶，啤酒，然后还有一盒猪肉没吃，这个超难喝，千万不要买，还有了蓝莓，最后这里是一些蔬菜，看我冰箱好小，这些是那个酸奶，就是这种白菜这样放在里边。红烧牛肉面，开吃。都破不开了，那都是个油。辣椒。孟德老师，
把血体知识全部揽了下来，说全是他指使的。这份证据，他拿到大概就知道是你写的，所以他有冲击。这次牛肉炖的特别好，就是直接就碎了的这种。我之前用责罚你吗？难道还要把家伙叫来给打你几下？你长大了，打不疼了吧？吃播开始。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真要去爱，你舅舅的丈夫，你到底还是不他了？自己泡了泡菜。没事，希望不要走。陈伟文中心的树，会跟朝廷说，就说。菜没捞起来。出门了，好冷啊！外面穿了这个靴子，感觉等会儿走都会痛。今天要去，等会儿要去吃个饭，吃我很久没吃到很喜欢的那家意面，然后还要去拿一下明天生日的蛋糕，明天就过生日啦！把这个鞋子的声音特别的响。我来去这家来取蛋糕。真的要累死了，就拎的这个连一个好好拿的只能这样捧着，然后脚已经被磨破了，就这个新鞋，而这个声音好大呀，超级尴尬啊，我太累了，刚才遇到了一个神经病，就一直朝着我说话，把我吓死了，然后我就跑了，然后现在坐在这儿看到自己的脚有点血腥，给你们看，看到吗？就这个地方磨破皮了，太吓人了。我决定把这敞着，马上到家了，走回去。Jasper 回来买的花，我一看是康乃馨。说一下你的心路历程，为什么送康乃馨？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花店了，只能去超市买。然后还买了瓶酒，那你为啥买这瓶酒呢？觉得蛮好看的。灵不灵的烤肉啦，配个大麦茶，然后拌的这个叫什么大头菜 ，Kohlrabi。到了熟悉的位置，还是这个地方，买了一个这个蛋糕，感觉好中国风，有没有？许个愿吧，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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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就很狼狈的把它吃了，就不切片，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人吃嘛。今天生日吃蛋糕，不切了，直接这样吃了。上面是一层，哇，外面是围的一层什么呀？不知道怎么下口呀。和去年一样，又是舍不得卸的一个妆。bling bling。咖啡配昨天这个吃的很粗暴的蛋糕，这里边是这种夹心的。开吃，这次溏心蛋有没有成功？嗯，蛋糕好，
熟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没熟的样子。看别买，虽然我很喜欢葡西柚，但是这个太苦了。我都化好妆了，可是我想吃火锅。本来我们准备去吃一个希腊菜，就是那种烤肉的那种菜。现在看到，我在厨房开始准备火锅了，还是大家吃火锅吧。所以我炸了酥肉，这五花肉的超好吃，我觉得比鸡肉的好吃太多倍了。那里面有点那种肥油，就肥肥的，吃起来我超爱。这个喝了感觉超级浓稠，你看这个杯子，瓶口这儿都是这种。我发现这儿也有，然后就买一个来试试。我买的是这个杏子的，它其实这个牌子除了这个包装，还有便宜一点的包装，应该味道差不多吧，应该是冰一点好喝一点。好，试一下。就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吃过这边的这个杏子没有，也非常甜，就是那个味道，糖分过多，就要加点气泡水可能好喝一点。 Remeco 仿造成功，是不是远看还蛮像的，近看就有点丑了。还挺简单的，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牌子，这好好看，马上优衣库也要和它联名了。想吃这个，你觉得雪人怪还是老人怪？老人。哪个？是哪个？是橙子味，请支持我们。从此剩了一点点的红酒，把它准备来煮一个热红酒。没有买到桂皮和丁香，就煮个橙子的吧。就只有一点点，等会儿最后把橙子吃了就好了。板栗烧鸡开吃。好朴素啊，今天。原来也有这家店，嘻嘻。这一套这个还挺精致的，有点像日式的那种，一套6.5。这出来了，一无所获。就是他必须就十几个盘子一起买才卖，不像之前看的那家可以一小套一小套的。圣诞气氛浓郁。一个是豆腐，一个是豆干。又有一发现这个拿来煮这个火锅或者什么蔬菜都很好吃，这个菜。然后豆腐拼盘，牛肉吃牛肉汤，开吃。哇，盗版的 Mary Michael。 这样吧，让你们看看我的手，还可以吧。自己做了一个圣诞日历，
我还没有写日期，等会儿把放在上面，然后写个日期，抽到哪个就是哪些。你们看有啥？到时候抽的时候给你们想吃酱油粉。我终于要回国了。其实也知道这其实是去洗衣服，并不是什么回国。这个绵羊米粉特别好吃，有这么多调料，然后这个米粉，材料放进去，放两片火腿，然后还有这个这菜可以放进去。这菜我现在觉得好适合做烫菜，不只适合做沙拉，有点像豌豆点。好了，这是午饭。我最爱的姜汁汽水，哇，快没电了，闻起来还蛮香香的。嗯，好吃啊，但这个米粉不是我喜欢的，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细的，我稍微有点粗一点的。好正宗啊，因为我吃过绵羊米粉，里面就有海带，这个里边也有，好吃。今天想做一个粉蒸牛肉，希望能成功吧。先把牛肉切一下。好，放点花椒粉和姜末，锅盖稍微的炒一下。这里边可以来一勺之前做的米酒。搅拌均匀，豆瓣和这个肉拌匀，是不是这样看着就感觉煮出来就挺好吃的了？牛肉是不是看起来挺像样的？炒四季豆，做一个之前在网上做过一次的，它是就吐司上面放布丁，然后烤一下，特别好吃。然后这次我买到了这个，它这个口味的是就是说叫你加热使用的，所以我准备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加热试试看。觉得这个上面应该放马苏里拉芝士可能会更好吃一点，就有点 cheese 味。对，我去带一片，没有烤的特别过，然后配了杯咖啡，本来不该喝咖啡的，就是会睡不着，但是感觉吃这种东西不配咖啡也不好吃，吃起来没有意思，试试看。我还放了一片芝士在上面，嗯，这是苹果派的味道，有点像苹果派，吃起来出门了。我放在我特别喜欢的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我刚才炖的鸡汤，把这个奶奶撕了，等会儿拌在我的凉面里。过了七八分钟了，再翻揉一下，过程太心酸了，等会儿给你们看成品吧。和了一个油辣椒，是不是看起来可以，这次的油烧了不错哦。摊好的凉面看起来是不是怪怪的，断断续续。打好佐料的凉面看起来不错。最近喜欢吃包包白泡菜。出门了，穿的好厚啊，感觉面歪歪的，
用重庆的方言说就是，手都抬不起来。我的头发终于可以不用撇卡子就可以中分了。Going tomorrow in the city because tomorrow they have. 在 Jasper 的努力下，帮我吃完了，我就吃了点土豆泥，太难吃了。拜拜。好爽啊，走在这种路上，然后旁边的车飞驰而过，就可以大声唱歌，一个人都没有。嘿嘿，这个叫什么，胡萝卜土豆牛肉丝盖饭，做了一个鲜奶糍粑，下面是花生粉。哎呀好黏，看看行不行，这应该是用筷子吃吧，就可以把它这样挑下来。这花生粉咸咸的，所以配上啊，太好吃了。这是甜甜的，配一个香蕉牛奶，开吃。创口贴，之前这个手被切到了，这也太迷你了吧，好可爱，这么小一个。一碗面。里面是之前的臊子，就是那个芽菜肉末，开吃啦。出门了，好冷啊，超级冷，我觉得我已经穿了够多了，在家里还是蛮热的，没有光，但出来就还是很冷啊。然后我觉得冬天最容易遇到的就是搓泥，因为我这种干皮保养品得擦很厚，这光怎么回事，又要保湿又要化妆，难免都会打架。今天是黑五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单，我下了超多，很多是帮朋友代购的。好看，控制消费吧，买了一些一点点护肤品，买了一个一直没在草单里的东西，到时候到了给你们拆箱看看。是我去图书馆的动力之一，因为这里有一只猫，哈，那天又在这儿，每天都看到它，上面会写，就是说你不要一直站在那儿打扰它。OK， 出来，我们现在决定去超市，超市商场逛一逛，感受一下这里商场里黑五的魅力。这是这里家新开的这款，是这个好好喝啊。虽然加了糖，但是以艾叶子为底餐，加出来那个牛排加薯条。吃起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味体身形就知道还得吃两份。凌晨十二点，对的，麻辣烫里面加了牛奶和。这个什么花生酱，开吃。嗯哼。